邓辉今日多半不在京里，所以圣上才没有召见他。因为我跑这了，我人就是跑了在呀，你离开六道我去堂关之那后才个执掌锥衣卫的。收礼物的什么东西连了。你都摸不清他底细，我更得挑他不在锥衣卫衙里的时候再动手。等一会儿，明日多半安定还会召见，到时候我还得陪安宁去。等你那走够的五时百。候，把迷迭带好，如你果有公司万好一，严啊。方迷迭求援，生死关头就别管什么拖累我了，我都会安排好的。你看，哎呦！如果我们什么事儿都像这样有商有量的，那多好那你们营救的事情也可这能是不给杨震了？我至少能真在的有你们点救人的时候保证阿姨的安全。你们在看剧吗？哎，我出来了。侯爷晚安。侯爷晚安。侯爷晚安。大冤种出场，是谁说的？哎，等会儿。下去。是。哦，这一集就有密室啊！你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在看。23集，什么？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在看哪段？我在看，哎，哦，对对，就一闪而过，一闪而过。我为啥要去密室？因为我一回来，这件事儿。绝非臣子能够给我安慰的地方就是密室。臣没有管束好下属，今天是我刚回来的失职，请圣上责罚。长庆侯就算是一条狗，那也是朕的一条狗。朱一卫是朕的私兵，竟然有人在朕的眼皮子底下煽动。这件事情如果你查不清楚，那你就跟你下面的那些人一同以死谢罪。是。另外，朱一卫勾结北盘人的事情必须给朕查清楚。是。李同光虽说是有些夸大其词，但在这件事情上朕谅他也不敢无中生有。是。但臣以为朱一卫中即便有人胆大包天私自与朝臣勾结，也绝对不敢与北盘人。都是狠人。吴国李王的事情叫礼部的人来。墙角上大分。有些弹幕真挺好玩的。那位御前宫女的情郎是在让我聊天，所以消息应该可靠。不是一块看剧吗？我们的人勾结北盘人杀长庆侯，这是哪儿跟哪儿？什么？能相认吗？快了，肯定不是我们的人干的。快了，应该是陈轨那边。陈左使。其他人调动不了这么多的人手，镜头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太近了吧？可是，他私下派了几十个人去河县，对啊，我们也私下派了几十个人去河县，朱姬他们还全折在河县了。这事该怎么跟邓辉解释？对我一心不那儿用。难道北盘人也和那个如意有关？不然事情怎么会那么巧？听说昨天全都在一个地方打，把枣打下来那段很好玩。昨天把枣打下来，把杨颖手里的枣打下来，真情实感了。因为，我就是不想让他吃。就
那是我给我师傅摘的枣，你一口也不想吃。是吧？我给我师傅摘的，你可别想吃。你看这张图了吗？啊，我看到。给大家看一下。我刚一次笑一次，那张图豆豆演的太好了。羡慕吗，豆豆？枣好吃吗？枣好吃呀。这是我师傅喜欢吃的枣。有人让你说一下你们师徒仨的片场趋势。就那天那场，就昨天那场也挺好玩的，因为当时是应该在哪拍的来着，应该是丽水吧，反正还挺远的，好像是冬天，巨冷，真的巨冷那天。然后我把那个枣给我师傅的时候，就是说实话，就拍的时候，真的当递到杨莹手里的那一刻，我人都凉了。不行，不能给他，他吃不了一点，不能给他吃。吃醋了，不是吃醋，一点不吃醋。我破防了，那可不破防了吗？小狗记现在正是。距离嘎了吗？昨日圣上繁忙，没敢怠慢了殿下。不对，秘密。颇感歉意，这才额外加恩。你师傅不要我了，谁说的？国主与殿下兄弟情深，阔别数月，今日得以相见，定会喜出望外吧？自然。下官这便与您同去，当然规矩与昨日一样，诸臣只能陪同。飞扬哪儿？请。大人稍后。姑现在只着常服，若要觐见皇兄，须得衣冠整肃，方不为君臣知道。杜大人、宁大人，在。祝姑更衣。是。相认了，当然相认了，快相认了，殿下，快相认了。昨日如意姑娘说，安国国主必会退让，老臣原本以为今日只是宣召，没想到。竟然让殿下跟圣上直接见面，这用兵之道本来就是虚实相交，而且金媚娘早就收到过消息。安国哪儿的口音？我有口音吗？身份？谁说我哪儿的口音？他们怀疑你并非真容血脉，只是被临时推出来的顶替者。或许安国的口音，此举就是安国的口音。那怎么办？我总共就没有跟我皇兄见过几次面，说过几次话。他如今被关在高塔上，也不知道国内的安排。你尝尝，万一要是认不出我来，那岂不是？殿下，电视声音小一点。耳朵为什么这么红？因为薄吧，我耳朵挺薄的，我也不知道为啥这么红。圣上应该会认。那也不热呀。但已经被原路改造了一下。如果到时候圣上认不出你，又或者言行有误，你就按照大耳朵图图谁说的？跟此说，刺中圣上之后，他就会立刻回来。才发现耳朵好圆。再继续留下啥？哎，这是有福气。慢慢跟他解释一切。我汗流浃背吧，我咋就汗流浃背了？好，可是我还是怕，万一……殿下。怕是没有用的，怕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刷太快了，我都看不清。昨日你无畏，你问一下大家，
你别让大家光提问你啊，你提问一下大家。我问一下大家，大家看剧了吗？大家在看剧吗？没想到李成功竟然平安无事的回来了。要是被他发现是我们干的，这可就麻烦了。就这样，没看的快看。属下是飞鹰使朱姬见识丁友，有急事要禀报尊上。用山东话表演某一个片段。演哪段啊？是不相认吗？不行，我要他的，不行，拿药。等会儿，这个得需要一些信念感。俺腰疼。和属下说，昨日长颈鹿竟能遇上我。俺腰疼。无论如何，都得把他弄到手。天老的火那么大，不让我说了。我脸上僵了。来了，工作人员疯了。河南话，河南话，这跟山东话跟河南话会有点像。我一向不太喜，你想痛痒而死吗？他们说你破碎小狗变土匪头子。我不是土匪头子，我是破碎小狗。下次什么时候发九宫格？下次什么时候发九宫符？山东土匪来了，我刚看到一下。下次什么时候发九宫格？发九宫格，那就在下次。有人就预判了，有人就预判了你的答案。笑死了！这人演哪儿了？我没看我。发点花絮，行，会有的。山东人汗流浃背了吧？哇哦！这变身太帅了吧！我不会讲，我学过没学会。剧的声音小声点，我在小声我听不见了，玩的最不好使。
枣好吃吗？可以给你吃吗？梦里什么都有。嗯，我在追什么剧？我在追《一念关山》。二三集，有人问李同光收徒弟吗？李同光收徒弟吗？李同光不收，没什么想法，没这个，暂时没想法。我看弹幕上有写，这个塔有电梯吗？这哪来的电梯呀、啊？我刷太快了，有点看不过来了。都让你唱歌，让我唱歌，唱啥歌呀？我这唱歌的水平，我怕惊到大家。99朵玫瑰花，你怎么？我哼。99朵玫瑰花，哪个手术过？考古？哦，是多少年前了？多少年前了呀？我现在已经成长了。唱歌比说山东话还难，说家乡话一点都不难啊，那怎么难啊？大家说你小哭包，你怎么看？谁小哭包？我不是小哭包，我可不是小，我可不是不哭，我从来不哭。在师傅面前就是小哭包，没哭过。没哭过，从来不哭。死呀！刚谁说我死鸭子嘴硬啊？我不止在……别提了，行吗？我求求你们了，别提了，别提了。比高数还难，给我留点面子吧，行吗？全网都是我的，哎，我不读了。300万粉丝福利，300万粉丝福利。你让大家投票吧。对，投票吧。三百，我说，为什么还有人说要哭一下？你还行。为什么呀？开心开心到哭吗？没必要吧。倒立洗头，直播电焊。
让我跳舞我也不会呀、啊。我是男人最好的医美。哎，我想说那个，什么？骑自行车。有人问你为什么密室放那么明显的位置？密室不明显啊，你没看我把所有的人都支出去，我才自己进去的，还是把自己的衣服给，就是把自己外套给脱了。我觉得有人让你300万直播讲高数，300万直播讲高数，讲是可以，但是我讲的，就是我不太会讲课，就是可以讲，就那高数那么多，我讲啥呀？讲一道题吗？还是讲一个公式啊？我记得有一个公式我巨难，我当时想半天做半天我才想明白，想不起来了、就是。我可以讲一道题。对，拉格朗日，拉格朗日。还有人说录一个鬼屋 vlog。鬼屋，那不就是想看我哭吗？鬼屋不好玩，真的跟大家说鬼屋不好玩，就是花钱找罪受。鬼屋不好玩，大家就是可以去，但没必要。不好玩。没必要，真没必要。那就是嗷嗷出来吓你一下，能咋地？是吧？能咋地？就是嗷嗷出来吓你一下，也还好。也还好，也不是很吓人。殿下，时辰不早了，再稍等片刻。我讲高数课。怎么还有蝉叫？蝉叫剧里的呀。给大家听听，这不是产生的蛐蛐。可否请皇兄现在立刻手出一封，唱歌，其实唱歌可以，就是300万可以弹唱，我得学一下。弹唱哪首歌？弹唱哪首歌？我会哪首啊？现学我得。那想听哪首歌？偏爱还未曾词不达意，送你99朵玫瑰花。送你99朵玫瑰花。我选一首吧，这几个我选一首。我选一首，到时候直接放吧。我就不告诉你们我选哪首了。我留个悬念，如何？哦，这是杨莹跟吴帝对峙那场戏。有人让你去鬼屋给 NPC 讲题。你们出的这些主意好啊！殿下，殿下，圣上如何？
圣公安。圣上得知诸位忠心负上，也格外欣慰。啊，豆豆的演技真的真的好好。哦，对，就是我现在还用的一个演戏的时候的一个方法吧，就是其实很难去第一是就也平时演戏的时候很难自己的就跟角色不太像嘛，所以就自己的下意识的一些反应就是其实并不太准确，就是对于这个角色来说。然后豆豆当时就教我，就我会问很多人，就是你如何是准备一场戏的。然后豆豆就跟我说他会把自己的一些潜台词给写在旁边。对，就是以角色的角度去思考是如何接对手这句话的，然后的一些潜台词写在旁边。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就对我来说很有用。豆豆绝，豆豆绝。嗯，我现在还在用这个办法呢。豆豆他演的真的很好。那你承认他是你的师妹吗？承认他是我的师妹吗？他演技好不代表他就是我师妹。他教我他也和我不是我师妹。对。小肚鸡肠，这怎么是小肚鸡肠？我看谁说的，谁说的，谁说的？哎，翻不上去了，找不着了。破防了，破防，没破防，我没破防。还有人让你讲一下和师父相认的故事，有没有什么片场的？我怕讲太多剧透。其实那场戏，我看预告里有，预告里有。我记得那场戏其实拍了挺久的，因为师父相就是师父认我的时刻，对于李同光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期待了很多年都想师父回来，我坚信他没有死，我是一直想期待他回来，结果中间有波折嘛，有不承认，但是我一直想证明一下他是，所以当我完全证明的时候，那才是李同光破防的时候。嗯，我觉得那个时刻对李同光来说非常的重要吧。其实我那场戏在我心里也是就是会有压力，那场戏对我来说会有压力，我就不知道怎么演才是最好的。等着看看吧，快来了，快来了，快见面了。我师傅不要我了，谁说我师傅不要我？相认在第几集？我不确定剪辑之后是多少集。我看大家都说26，我还没看预告，那应该是26。师傅相认不是师傅给我擦鼻涕的，擦鼻涕是在马场。马场什么戏？那场戏说实话我具体的我记不太清了，但就是马场也是分别的一场戏。哭包鼻涕，你看见了？我真的我哎呀我没哭。后面会黑化不会啊？秘密我的 MBTI 啥？我 I 什么来着？其实每次测都不大一样，我就没太记，但是我只记得刚开始 I
I S 还是 R N 忘了。有人想看你的 vlog。vlog。会有的。声音小一点。说你是唯心主义者。是的，我承认，会有的画饼中。还有人想看你吃播哎？为什么会想看我吃播啊？我从来都没有过吃播这种想法。吃饼吗？吃我画的饼。太瘦了，我也觉得是有些瘦。我在增了。你多重啊？其实我不轻，我130多140吧。那我真不轻，只是我脸瘦。期待不到，我等我下次给大家录。问你身高多少？我身高是净身高呢，还是穿鞋呢？我净身高有的时候也会有变化，就是看需求。净身高有的时候183，有的时候185。你画的饼比老板画的还多。这说身高不是画饼吧？我是183，是183，我净身高183，然后185是稍微垫垫脚，然后188呢就是多垫点脚。然后穿鞋再踮脚能到1.9米。你比我们导员还能吹。真的这身高是不随便变吗？反正我基础是83，我不管谁要是说我不到83，那比比。我是这，本来就是啊，每个人不都一样，鞋底儿有的还厚，有的薄呢，有的5厘米呢，我就88了。他们说你是三阿哥，三阿哥又长三阿哥，三阿哥又长高了，什么意思？《甄嬛传》里的三阿哥。我眼泪了，给你演两。不可能，我怎么可能眼泪呀？我看杨莹该眼泪了。我1.2米，谁说我1.2米？谁说我1.2米？我看看啊。好，我记住你了。
我的嘴比毛巾卷还硬。怎么了？怎么了？有意见吗？有意见保留。我是什么星座？我是处女座。我2米，谢谢你。山东的葱高还是你高？没有人会比我们山东的葱高，我们山东的葱有2米多。我不记得2米多少了，有那个大王葱啊，不是叫什么葱来着，就是第一名那叫葱王，大家去搜搜，真的很高，巨高，一颗葱哦。你看有人说了2.382米，有人让你唱小狗乖乖。小狗乖乖是啥歌啊？是小兔子乖乖的改编吗？我学一学可以唱。这个儿歌一听就很简单。小狗乖乖，小狗乖乖，聪明活泼，淘气又可爱。小狗乖乖，小狗乖乖，喜欢做什么？和朋友一起做游戏呀，多愉快！小狗乖乖，不能给大家看。小狗乖乖，聪明活泼，淘气又可爱。小狗乖乖，小狗乖乖，喜欢做什么？和朋友一起做游戏呀，多愉快！我再听一遍啊。你可以再划一个，你可以再划一个，往下一个。小狗乖乖，小狗乖乖，聪明活泼，淘气又可爱。哎哎，下一集了，汗流浃背了，我真汗流浃背了。我爸唱出来，这成了我的。不是，行，我连小我都唱不出来。别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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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唱。玩不起，谁说我玩不起？拿过来我唱。我看有人说我玩不起。谁说我玩不起？小狗乖乖，小狗乖乖，聪明活泼，淘气又可爱。我是不是唱了？年轻人要淡定。嗯，我情绪非常稳定。有人说你很好拿捏。明天传遍微博。完蛋了。不，我刚刚是我突然想唱，其实没看，我刚刚那个玩不起是我编的，是给我自己一个台阶下。有人说你26不年轻了，是老年人。是你说的吧？26不年轻了，是老年人。谁说的？什么小狼崽？你看，童26受伤了。谁说的？26还不年轻？那多少年轻？
我22，我18，26一只花，谢谢你。我几岁都行，无所谓。我觉得我年轻，我就年轻，没有什么能影响我。谁叫我叔叔？有人问你过年会回家吗？今年过年应该不回，会在族里过。喊叔叔就罢了。喊我爷爷干啥？这个便宜我不想占。为什么这？我不理解。大家都在说什么？超级加倍。好离谱啊！这个弹幕，我见识到了大家的精神状态，要创飞所有人是吧？跟你同光一样，笑什么？就是让你用山东话唱小狗乖乖。哎，给我，我想试这个，我想试。可以试。小狗乖乖。啥？是吗？婆婆啊，淘气又可爱，小狗乖乖小。先记记词儿啊，稍等。小狗乖乖。小狗，不对，哎，等会儿，我的语言系统错乱了。小狗乖乖。小狗乖乖。你发现怎么唱歌呀、啊？小狗乖。等会儿，我练一练。小狗乖乖，不对。乖，小狗乖乖，小狗，不唱，我发言我不会唱歌，真的好像没有发言唱歌哎。我山东的朋友破防了，干啥呀？怎么破防了？这是方言啊？怎么啊？他们说停止这场闹剧。让你叫姐姐，对着屏幕。哼，
淄博话888，这个网上都有。其实淄博不是淄博，就是我们那地儿，方言的差距还挺大的，就是不是说方言的差距挺大的，就是每个地方的方言还是有些区别的。又玩不起了，不行，我不能被拿捏，怎么了？我就玩不起了，怎么了？哎，我就玩不起了。激将法破防，别说了，还挺横。破防比呼吸简单。播到哪儿了？播到这个我中间看的，有人问你是不是看入迷了，假装不搭理大家，假装看入迷了不搭理大家。哪能啊，我在看剧呢，我在看这弹幕。真的有的时候还真挺，有的时候会去怀念看一年关山。就是我看剧的时候吧，我的想法，我可能不仅仅的是在看剧，我会想到我们在拍那这场戏的时候，我们那天的情况，就会多多少少会想起来很多。就比如说昨天看那个枣子，然后前天那些戏，其实都会想到，其实真正拍摄的时候的那些画面吧。其实说实话，真挺怀念。嗯，我觉得什么《一念关山》，什么哭啊？这是没病没哭没哭没哭，没哭。对，然后在那个时候也是大家，就我刚刚也说了，豆豆也会。给我就是跟我说他的一些方法，然后像师姐也会在现场偷偷的，就是很照顾我感受的，就是怕我的，就是也是考虑我的尊严吧，然后就偷偷跟我讲一些话之类的，然后教我演戏之类的。行。我们差不多要结束了，你要再跟大家一起看一会儿吗？再看一会儿，我看一会儿。行，我看后面好像就到师傅帮你，不是，是那个，是我看到，哎，是我过来送礼物，看看，我看一下这个。我们走了，第一美男。谁是第一美男？哎，等，你可以听清。俊俏郎君的样子，员外不难为你了。哎呀，老聂，你总算回来了，怎么了？来的。哇哇
什么什么面瘫？了不起啊！改头又换面，你以为你能抢走我六道堂第一美男？十三哥，我先不屑跟你抢什么养后，不过呢，如果你也有家人相伴，自然会置办一生。我们走了，第一美男。一个心狠，一个心更狠，要不要那么杀人诛心啊？我也想要心猜猜。哎呀，给我买一个吧，我也想要。他怎么像年糕一样？好的，老姐姐，我知道，我还要和你连着合作呢。目瞪羞狗呆。让你看二十六集的预告，看二十六集吧。嗯，等会儿我看这个。看二十六集预告。还有一个哦，那明天啊。让你大点声音，也就只有您一个人会是不胜联手。我就猜到你一定会来找二皇子，师父，我终于想到你了。我鸡皮疙瘩起来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饶了我！九儿，神君联盟的朋友们来！啊，这这，哎呀，你别哭！是没，谁哭了？哦，我好想看，我好想看，真的好想看。明天才能看，明天还直播看吗？明天，如果我空的话吧。他们让你打电话，让他们加更。让我打电话，我去让他们加更，可真是看得起我呀。
还有刚刚那场戏我还没看，没看。站住！北大，不许从这儿走。怎么了？领主上，朱一卫在此拦路，不让过去。闯过去！是。哇哦！别来惹我，我现在很生气。是吃了豹子胆吗？连长靖侯的车也敢拦？孙氏，属下应陈宗室之事，奉命设界障，可长靖侯。邓大人，本侯之前好像说过，在本侯心中，朱一卫左使只有一位。本侯不希望听到别的信坠在这个职位之前。长庆侯这是想抗旨吗？圣上可是亲口说过，满朝上下不得提那位贼子的姓名。我提了吗？跟风兵士二十二，我操！长庆侯，见好就收吧。我今天就是来特地找你们麻烦的。本侯之前在河县遇刺，谁是幕后主使？邓大人，你不应该心知肚明吗？你不是已经派人杀了幕后主使陈轨吗？还想怎样？这难道不是你派人做的？你们看了吗？你们看了吗？你们看，你猜二十四集了吗？好疯啊！这难道不是你派人做的？你猜？你猜我猜不猜？尊上，这个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我们总部，还挑明了为长庆侯报仇。可这个长庆侯看似完全不知情。你说这个……哎呀，我一会儿看了。不过快没电了，快没电了。真的，我看剧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啊，吃糖吃撑了。我去，等会儿我过去。我看剧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我之前就是拍戏过程当中，当天会就是那天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也一直记得诗诗姐在之后有一天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希望大家都好，然后也是以这个为结束吧，那个希望大家都好，然后都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赚钱，然后好好看剧，好好追一念关山。对，行，那我就先撤了啊，哎，正好一分钟，什么正好一分钟，正好六十分钟。好，观看已经90万了，很完美。今天直播很完美，90万啊！哇，有90万人啊！我中间很多次确实是，然后再进的都还在那个热情。拜拜。